冷静，想想四文师傅教过的技巧。夺刀呢，最重要的是切准人体关节所造成的进攻死角，比如擒拿手腕，而不是抓手臂，不然还是会给对方留下活动的空间。小师，你攻过来试试。你越是怕，越拉开距离，反而给对方提供了更大的进攻范围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唯有迎头而上，才能险中求胜。小先生，陆先生，人多就不好玩了，下回继续，我的新朋友。程先生，乔玲，你，陆先生，程小石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程先生，案情有变化，需要你们去警局协助调查。有人受伤了，程先生，快叫救护车！把刀放下，不许动，双手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。收到，程小石，188号生活内。发生一起恶意伤人事件，怎么一回事？被害人腹部有多处刺伤，失血严重，嫌疑人目前已被控制。陆光呢？没事的，乔丽，快，快救他呀！